慈济社区合唱团优美动人的歌声，为这场生命之旅音乐飨宴揭开序幕。团结慈济骨髓干细胞中心哦，关怀小组的纪纲啊。一段阿孙要配对的微电影，透过深入浅出的对白，平易近人的剧情，让大家明白造血干细胞捐赠的过程与可贵之处。志愿捐赠者的大爱精神，捐助他们的造血干细胞来帮助这些血液病的疾病的病人，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共享盛举。造血干细胞捐赠者袁女士，父亲中风往生，妹妹溺水离开，让她体会生命无常，应该及时为爱付出。我不觉得是我在为一个陌生人付出，而是我觉得我是在把握机缘，去帮助我的家人，去帮助我的爸爸跟妹妹。受赠者许先生，因为捐赠者的大爱，他更加珍惜得来不易的重生。一关好我本来是恶性的，现在变 B 型的。我即卖拢，那每礼拜五拢去做志工，拢甲社美讲，社美，咱也去做一下志工。救人一命，无损己身，只要愿意伸出双手，有助人的一念心，不论是捐赠，或是把正确讯息以爱相传，都能让温暖充满人间。大爱新闻张国丹、廖雪信台中报道。